Why has he the best original film service on this? 咁咧先再多少少介紹我自己先啦。咁啊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a little bit more。我正式入行就係1993年。It was in 1993, and then I cut my teeth in this business. 我係頭先有提到啦，咁啊 ，As it was said a moment ago， 我係劉宇達先生。帶我入行做電影音樂嘅。I started under the wing of Mr. Tan Lau。喺電影音樂嘅之前，我曾經參與過流行音樂嘅創作。Joining this business, I was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of pop music。可能我嘅音樂風格啦，咁啊流行音樂，Maybe because of my music style, pop music is not a perfect fit for me。And I was looking for my path until such time as I met Mr. Tan Lau, and he initiated me to movies.因為亦都有電影會用好少好少嘅音樂，甚至冇音樂，咁都試過嘅。咁但係我諗大部分嘅商業電影音樂都係好緊要。因為音樂會帶俾我哋好多唔同嘅情緒感受。喺你睇一個畫面嘅時候，如果你能夠喺聽覺裏邊再俾你有一種另外嘅我哋叫另外嘅語言，因為音樂係可以變成另外一種嘅語言，等你可以吸收喺畫面所睇到嘅嘢嘅再深層次嘅感覺。咁當然音樂係比較一個空泛嘅形容咧，即係佢唔係一個好實體話啊，我一定係好開心、好傷心但是個音樂係咪能夠煽動到你？係好靠你嗰下睇完個畫面同你聽音樂嘅時候，成個整體配合，令到你投入嗰個所謂世界嗰個世界裏邊。所以電影音樂最重要想做嘅嗰樣嘢就係話，俾一個更大嘅空間嘅想像力俾觀眾，令到觀眾可以再置身於嗰個電影裏邊嘅，可能係一種同步感覺，又或者係一種畫外音樂嚟講，就係話你睇到依個畫面，佢裏邊會有另外一種嘅 message 嘅時候，你可以喺音樂裏邊吸收到、帶領到俾你。咁最原始嘅叫音樂電影，我諗就係查理卓別林啦，一啲文劇、啲默片。咁喺呢啲電影裏邊咧，因為佢冇對白，咁所以音樂就好重要啦。音樂就係帶住成個畫面，想講故仔嘅元素全部喺帶個音樂同埋佢打出嚟嘅字幕度，就將成個故事做咗出嚟。咁所以音樂喺電影裏邊，始終嗰個So in a movie.
主要的位置是真的非常之大的。咁而家嘅電影裏邊，60%-80% 都會係音樂，係啊，咁變咗音樂係對一個影片係好重要。咁頭先有提啦，其實畫面嘅情節音樂係大嘅幫助，即係譬如動作片，如果你一個動作片，你冇音樂去推進嗰個動作情緒嘅話，你可能就見到啲人打打打打打嘅時候，你唔會覺得打嘅嗰個感覺，即係大家喺度只係動作嚟啫嘛，有感覺嘅咩？其實有感覺嘅，因為始終喺故事裏邊，兩個人點解會打打嘅時候，佢個心諗緊乜嘢？我哋用唔到對白或者唔通。寫出嚟啊！佢而家個感情係點？佢而家打嘅時候，點解佢要同依個人打？我哋就用音樂，音樂就係最好嘅，去令到大家覺得佢依場打係有意思嘅。所以動作片係非常需要音樂去幫助一種我哋頭先講嘅另外情緒，就係話我喺個畫面睇緊打嘅時候，佢背後其實有咩意義咧？有咩感受呢？我們用音樂就帶了出來。所以動作片的音樂未必是一些當前面打緊就一定是好吵，去令到它更加激烈，未必的。有很多時候動作的音樂後面可能做的是一種情緒，譬如可能是一隻很傷心 的音樂，或者是一隻比較沉重，而不是將他的動作加強，反而將個沉重加強 的感覺。這個就是動作片比較特別，因為愛情片就很簡單，你感情進那個推進是怎樣，你就用音樂去煽動它。但是動作片很多時候，因為在動作片裡面很多的故事的意義未必在個動作裏面就可以講到出嚟，所以音樂就變咗好大的推動力，將佢成個情感空間，譬如即係啱啱最新嘅啦，《天能》呢套電影，佢就係用咗音樂去將嗰、那個reverse 嗰個空間做出嚟，而令到你覺得除咗眼見嗰個感覺，其實你聽個音樂都會帶咗你去入咗嗰個空間，咁所以音樂喺動作片好緊要。好啦，身份角色咧，咁我呢度就係最明顯嘅，我哋港產片嘅賭神，一個音樂令到大家會好記得呢個人物。當你哼起嗰個音樂，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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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經很記得賭神這個人，所以這個就是音樂去將一個人物立體化突出了出來，這個就是在電影的音樂裡面另一個神奇的功效。當然感情變化對白一定是我們音樂裡面要做的事情，感情的濃厚或者由愛到恨的變化，我們可以用音樂去做出來。對白裡面有一些很 keywords 的東西，一些很重要的東西，一講到的時候，我們音樂也都可以在下面令到那件事大家會再多一些注意力在那個對白上，都是我們音樂做的東西。好了， Montage咁啊，咁有拍電影嘅人都知啦 ，montage 嘅呢個拍攝手法，可以壓縮咗一個時間空間或者故事喺一個短時間裏邊去交代。咁所以就係時間，所謂空間啊，一啲歷史，譬如一啲歷史嘅過程，我哋都可以音樂同 montage 去配合。咁啊。當然事件
嘅連串發生嘅時候，我哋亦都可以做蒙太嘅同音樂嘅配合，等佢可以喺一個短短時間令到觀眾消化咗嗰件事或者嗰個時間段發生嘅嘢。主觀同客觀嘅音樂，所謂主觀嘅音樂就係話，我哋喺第一身，即係我哋本身自己去睇緊呢個戲嘅時候，畫面有嘅嘢，我哋即刻可以感覺到嘅，係啊，就係、是、一個主觀嘅音樂。咁而客觀嘅音樂就係話，我哋喺呢個畫面去另外嘅一個感覺，就係話，譬如一個餐廳裏邊嘅音樂，客觀音樂就係、是、喺個畫面，可能係一種情景裏邊，譬如頭先講餐廳，咁餐廳音樂就依啲我哋用一種即係客觀嘅手法擺咗喺個餐廳裏邊，但係好多時依啲音樂都可能變成一個主觀音樂，就係可能變成主角嘅一個心情嘅形容或者表達嘅音樂，所以客觀同主觀音樂好多時喺電影裏邊，我哋會即係交叉咁樣去用，可能由一個客觀音樂變成一個主觀音樂，或者主觀音樂變成一個客觀音樂，都會有呢啲出現嘅。即係可能由一個本身角色嘅聽緊嘅音樂，變成一個佢自己嘅內心世界嘅一個音樂，而變成由聽緊可能由一個 headphone 聽緊，變成一個主要嘅音樂嚟到襯托嗰場戲都會有嘅，係啊，咁啊依個係主觀客觀嘅做法。咁啊反向嘅音樂就係話，我哋喺一個畫面裏邊用佢嘅另外嘅一種反方向做法。譬如頭先講動作片，可能動作嘅速度好快嘅，但係我哋擺一個慢嘅情緒音樂，令到嗰、那個其實嗰個用途就係令到個音樂嗰個情緒變得更令到嗰個畫面變得更強。將你哋喺畫面睇唔到嘅嘢，我哋就用音樂呢一個咁樣嘅反向或者即係衝突性嘅音樂去令到我哋更加知道，其實佢哋做緊嘅嘢背後個故事係乜嘢。咁呢個都係會用一個反向嘅方式去做。我好多時都會列一個例子，就係吳宇森導演嘅Face Off 呢套戲。咁呢套戲裏邊有一場戲就係一個槍戰，而個小朋友戴住咗個 headphone 裏邊聽緊 Over the Rainbow 呢只歌。咁其實嗰、那個依、這個反向嘅意義就係、是你喺一個小朋友個純真世界，佢喺睇個槍戰嘅時候，佢應該好驚，但係因為佢只係聽咗音樂，即係咩聲都聽唔到啦。咁佢反而冇咗嗰個驚，而令到嗰場槍戰更加強烈嘅嗰個大家激烈嘅感覺，反而即係用咗呢個小朋友嘅角度，令到個槍戰更激烈，同埋嗰個即係危險更高啊！即係危險性更高。咁呢個就係即係反向設計嘅其中一個玩法啦。啊，咁啊，跟住時代嘅記錄，呢個亦都其實好簡單，就係我喺咩時代，我配翻一啲咩音樂啊？呢個就係最直接啦。即係我喺古裝咩年代，我哋用啲咩音樂？又或者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呢啲咁嘅歷史，我哋用咩風格音樂咧？夜上海咁，
大家就會啊一諗就會諗起啲好 big band 嘅 jazz 咁。咁呢啲就係嗰、那個嗰、那個時代或者年代會用音樂去代表咗佢，等你即係會入到嗰個世界。其實有真係其中一個我哋喺時代，即係叫唐朝啦，嗰、那個音樂裏邊，我哋做咗好多功課去做音樂嘅。因為導演要求我哋要揾翻唐代嘅音樂歷史，然之後用唐代嘅音樂歷史擺翻落去庫房裏邊，譬如唐代有嘅樂器啦，唐代嘅音樂風格係點啦，甚至有一啲旋律嘅嘢喺翻一啲唐代嘅音樂裏邊去擺翻落去創作嘅概念裏邊。咁呢個就係、時代，我哋點樣用音樂包裝咗嗰個戲嘅同等嘅時代喺裏邊。OK， 其實頭先都有講到咧，我哋電影音樂嘅基本幾樣嘢，咁啊情感情緒，頭先有講到啦，風格、節奏、音樂位置。同埋佢嘅起伏，咁情感情緒頭先有提到有好多啦，已經感情點樣去用音樂去表達咧？咁當然樂器，我諗有好多未必係有學音樂嘅尤其是好多導演佢哋未必係。即係認識好多音樂嘅嘢，咁我哋通常都會有啲叫主導性嘅樂器去做一啲情緒，咁鋼琴、吉他或者啲弦樂，一啲譬如包鈴、表拿呢啲小提琴啊，去令到嗰個情緒即刻會即係到位，令到導演會感覺到一件事，因為鋼琴，因為鋼琴個我哋係一個比較 full range 嘅樂器，咁佢可以表達好多即係情緒上高嘅。所以鋼琴係最簡單、最直接就可以彈到一啲情緒出嚟，而可以令到導演即刻哦咁樣 O 唔 OK， 咁樣 O 唔 OK。所以很多時候鋼琴是最基本我們會用的樂器，當然也有一些可能在管弦樂上高都會用到雙簧管、單簧管、中提琴，為什麼我特別 Viola 中提琴會都列入即是弦樂裡面有中提琴咯，有時候中提琴的獨奏 solo 呢是會令到個情緒更加貼近人性嘅，我呢幾樣樂器其實都係喺一個叫音域嘅範圍裏邊，係貼近人聲嘅嗰種中音領域嘅感覺。因為佢呢個領域貼近人聲，所以其實佢演奏出嚟嘅感覺同一個人嘅講嘢嘅音調好相似，甚至個呼吸可以做到好似人的感覺，咁變咗佢有個好似用樂器同你講嘢咁樣嘅出現嘅一個效果，所以呢幾樣樂器我特別會列咗出嚟，尤其是喺一啲好要好 touching 要流眼淚嘅情況之下，呢幾樣樂器係會特別幫助到你。好啦，風格我哋講緊就係音樂風格，其實音樂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風格，咁啊亦都有唔同嘅節奏感。咁我呢度特別提咗一樣嘢就係、其實戲嘅色調，電影我哋會有個卡拉通，其實呢個色調都會影響我哋一啲音樂嘅風格擺落去。譬如驚嚇片。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將卡拉通偏向比較可能綠色比較
比較即深沉，即係依啲色調，我哋就好明顯會諗翻一啲會令到你毛管動啊，甚至有啲好低頻嘅聲音令到你覺得好唔舒服啊，即係依種色調嘅刺激令到嗰件事會有依種感覺嘅時候，我哋就會喺音樂風格上高都會好自然地就會出現嗰樣嘅設計落去。咁啊，藍色多數都係比較憂愁啊 ，lonely 嘅感覺啊。咁去到依啲藍色通，亦都因為有一種音樂風格叫 blues 咧，都會好襯呢一種色調，所以即係呢一種色調好多時我哋都可能會即係都會諗嗱，擺一啲有少少 blues 感覺、藍調感覺嘅音樂落去。紅色好火紅、好熱烈，節奏啊，一啲好輕快嘅嘢，或者一啲好令到你想起身跳舞，即係依種感覺。咁所以色調其實，當你有一個色調嘅選擇嘅時候，亦都背後帶住咗一個音樂風格喺裏邊，令到觀眾睇嘅時候，依一種色調刺激同聽嘅音樂能夠有一個同步嘅感覺喺度。呢個就係風格嘅。好啦，節奏我呢度講嘅節奏其實希望即係大家可以match 配合到一樣嘢，就係我哋音樂嘅節奏就係每一秒鐘裏邊會打幾多下而形成一個叫 BPM 啊 ，beat per minute， 即係我哋喺一分鐘裏邊呢個拍子打咗幾多下，就係我哋嗰個 tempo 速度。咁而喺影片裏面我哋係用緊格數計算啦，即係譬如24格，即係話我哋一秒裏面有24格。其實呢個格數同 tempo 就係一個好密切嘅節奏關係。咁如果大家喺拍攝或者剪片嘅時候，我哋能夠有音樂嘅一個速度，令到你個影片能夠配合嘅時候，你可以做到一個完全由節奏、劇情、聲音都能夠一個好配合嘅一個做法。咁當然後期你剪接嘅時候都可以做。咁但係好多時剪接你就好需要就啦，即係你要就，哎呀多咗少咗嗰個節奏夾唔到咁，所以。而家好多時我哋去創作電影音樂咧，導演都會要求有啲場口，我哋會先做咗音樂俾佢先。咁佢喺拍嘅時候同剪接嘅時候就可以跟住呢個音樂去做。咁嗰、那個大家嗰個節奏感覺就會好配合。咁如果真的要做一個，即係我而家有個音樂，我想剪個片落去。當你知道一分鐘裏邊嗰個音樂嘅 tempo 係幾多嘅時候，其實你將佢照計翻個格數出嚟，其實你一樣可以用格數去攞翻個節奏出嚟。係啊，咁呢個就因為。可以做到一個 formula 出嚟，即係你先將beat per minute， 即係譬如 tempo 120就係最正常我哋會用嘅 tempo， 因為點解咧？佢其實即係一秒嘅兩倍，係啊，即係60秒裏邊一秒兩下，咁就叫做一個120嘅 tempo 啦。咁一秒兩下，然後將24格拆翻開，即係12格12格，一秒裏邊12格12格，即係依個最好計出嚟嘅就係依個格數。
即是你每十二格去跳，那就會跟到個 beat。 那當然即是 tempo 有很多時未必是那麼完完整整的，計出來可能很多很多很很後面的點數很小，但是起碼大家可以拿著這個計法都可以嘗試，即是我們用格數，即是我不知道怎樣跟 tempo， 我計格數出來剪。現在其實很多 apps 或者是即是在網上高有些你可以 tap 個 tempo， 即是你打你跟著個音樂，然後按它就會計到個 tempo 出來。咁你就可以用呢一樣嘢，試下計翻個格數，我用格數，咁啊精準啲咯，係好，音樂位置，咁啊音樂位置呢個問題咧，就最好都係即係導演同音樂人自己傾嘅，因為好多導演其實佢哋已經有一個諗法，我幾時起音樂，或者幾時唔需要音樂，咁呢個。大家坐低傾係最好嘅。咁依度講少少好多音樂人佢哋點解做唔到電影音樂？因為佢哋會有一個即係叫正統音樂，或者係即係玩音樂嘅概念擺翻落去畫面嘅時候，佢哋會覺得點解我明明一二三四嘅 beat， 即係個 beat 一路咁數緊落去，點解導演你要我喺呢度變啊？但係個 beat 唔啱嘅喎，多兩拍或者少兩拍喎。其實因為我哋做電影音樂咧，我哋係即係畫面先行嘅，我哋所有嘢都係要跟咗畫面去先嘅。所以如果太執著住呢一種即係好正常的音樂概念擺落去電影音樂呢，很多時係你轉化唔到，即係諗唔到嗰樣嘢應該點樣去轉。所以有啲音樂創作人、製作人佢哋會覺得我點做都做唔到嗰樣變化或者轉接喎，因為不啱樂理嘅。其實電影音樂是要 break the rules， 即是你一定要打破了原有的那個規矩，你才可以做到一個好的電影音樂。如果你太跟規矩的時候，你跟畫面的同步做不到，或者那個情緒變不到的時候，你這個音樂沒有幫到個畫面，反而可能還會令到個畫面原本可以更加提升加分的，你整件事拉低了。所以音樂是 很影響你的畫面看下去會是一種什麼的質素。有時可能那場戲本身不是太突出的時候，我們用音樂的變化令到佢突出翻，又或者將個情緒提高佢。咁呢個係唔係一啲好正常音樂理論上高會做嘅一樣嘢。所以譬如樂器加減係其中一樣啦，即係我哋由一個可能由一個鋼琴到加多一陣弦樂，再加一啲樂器變成一個變化會有咧。咁有玩音樂嘅可能會知啦，即係轉調啦、轉 key 啊，可能有一個小調嘅感覺，即係可能本身比較傷感嘅。但是可以轉翻個，嗱呢啲係可以做突然變化嘅一啲感覺，而令到個情緒即刻變。咁呢個就係好多
很多時候我們電影會用到，但是不是一個正常規矩行的一個音樂創作的。其實很多的，很多的變化在裡面，即當你 聽一個 soundtrack 的時候，其實你會聽到，為什麼這麼多東西在裡面變的，跟你平時聽的流行音樂很不同呢？因為這件事就是我們說的電影和畫面的配合而變成這個音樂，即是你聽Hans Zimmer Batman Dark Knight， 你會聽到他的節奏變得很快，很多節奏的變化是不是我們平時在 Pop Music 聽到的變化，七拍啊，五拍啊，你真的會很少機會在流行音樂裡面，古典會有，古典音樂會有，即是五拍、七拍、九拍都會出來。那這些就是我們在節奏裡面的變化去推動回個畫面情緒。好了，講到大家都應該很多會在製作裡面接觸到買歌或者買一些音樂，那麼音樂版權這件事，這裡很多音樂版權合約裡面提到的大部分都會是講這幾樣 的 copyright 的事。那同步版權，同步版權就是說我這個音樂和這個畫面同步運用的時候那個版權，其實我們做緊原創音樂都是做緊同步版權這件事，就是說我授權給一個影片將我這個音樂和這個戲ABC 戲同步去用，那我就給了一個同步版權電影公司去使用一下，這個就是同步版權。那Monoright 精神或者叫署名權，即是我的名字，即是我是原創音樂魏啟良，這個就是一個叫 Monoright， 或者這個音樂裡面有參與到的人都有權可以有這個叫署名權，Monoright 就是這件事。錄音版權就是說當這個音樂的製成品錄製了出來，這個就是那個錄音版權，即是電影裡面用的已經是一個錄好音的版權啦， CD 裡面是一個錄好音的版權啦，甚至可能我就這樣彈著吉他唱完的一隻歌，其實你當你已經錄製了而形成了一個有用途 的商品又好，或者是一個 share 都好，即是現在網絡 share 都好，都是已經有一個叫錄音版權在裡面。那這個錄音版權直接就是製作這個音樂或者去錄製這個音樂的公司擁有，或者個人擁有都有，即是 我就是這樣錄了一隻音樂了，其實已經有一個叫錄音版權在裡面。好了，跟著就是當這件事會發行成 CD、DVD，或者以前會有一些 video tape， 這個就是叫 mechanic 的一些實際有一個製成品，我可以揸上手的製成品的一個版權，這個都是會電影會有的，因為很多電影他們後期會譬如出 soundtrack 或者做 DVD 或者現在 Blu-ray， 其實應該做 Blu-ray， 那當他們製成了的這個產品，它就擁有了一個這個叫 mechanical right 在裡面。好了，去到我真的個影片想買一隻歌回來，那我怎麼跟唱片公司談，還有唱片公司通常會怎麼跟我計算呢？計算就每個應該是說每個作品
和每個公司都有不同的計算方法，這個是講緊那隻歌有幾 hit。 這裡裡面列的嘢，參與的人是一些什麼人，甚至那個唱片公司是一家什麼唱片公司，都會影響一個歌的版權計算的錢。最這些是最通常會談的，就是作曲人、作詞人、歌手，這些是必定會有的。當你買一個歌的時候，而你買那個叫 recording 錄音那個 right 的時候，加上錄音版權，這四樣東西基本上就是一隻歌你要買版權必定會計的收錢的東西。好了，如果說、我要翻唱，我不是要唱回原本，即是我不是用回原本的 recording， 歌手和錄音的版權就可以不用計算，但是曲詞就要計算了。好，再去就是、我拿個曲改我的詞，那你就買作曲那個 write 回來，然後改詞。但是唱片公司很多時候都會需要你、交出一些資料，就是、你這個歌會是給誰唱的，什麼歌手唱的、我們那個詞會改成什麼詞、因為他們有權，因為他們是個版權擁有者，他們有權知道這件事的。那變成、跟唱片公司去談的時候，你要準備好這些資料跟他們談。而好了，在電影裡面呢，或者叫影視製作裡面呢，個時長的 duration 都是他們需要知道的。在我這個戲裡面，我用這隻歌用幾場還有哪一段，他們會問的，然後你就要給他資料。我裡面只是用30秒而已、就是那段歌詞到那段歌詞。這些是唱片公司必問的、所以大家都要準備好這些、地區了，地區就是說我這隻歌只是、我只是香港用的，那是香港的錢、但我不是 我會將它，因為個影片會去到其他國家的，那可能我就要買一個 worldwide 全球的，那全球又不同價錢、所以那個地區、又是一定唱片公司一定會問你的。好了，用途就是、你這隻歌在個片裡面怎樣用法的、譬如 是個主角會唱的，然之後是一個情景，就是主角可能在個台上，或者、對著女主角唱的，是一個一身自己主觀去做這件事的，還是放在個酒吧裡，只是一個酒吧的後面的 background 呢？這些用途唱片公司也會問的、所以大家想買歌記得要將這些資料自己先處理好先、跟住就可以去跟這個唱片公司去開始deal啊，傾價錢啊，咁啊這個動作、我提大家最好就是你拍之前就最好傾啊，因為唱片公司運作都需要一段時間，即係佢可能一兩個月之後先至會覆到你。啊，好啊，幾多錢啊？咁同埋當然即係當你知道價錢之後，究竟決定買唔買咧？咁啊，所以都係需要一個時間，所以最好就係早決定就早去傾呢個版權翻嚟。OK， 好，咁我今日讲嘅内容就大致到呢度啦，咁啊。
而家就可以睇下大家嘅問題。好，好，我看到第一條問題先，在電影配樂設計裏面，準確表達影片故事情節發展電影物的情緒，電影的潛在主題。在電影音樂裏面，我們會有幾方面去做一個創作的指標的。第一樣就是人物，即是說這個人物，譬如男主角是一個什麼性格的人，或者我怎樣去用一個音樂主題去標誌了這個人物，這個人物一出現我們就會有那個主題出來。這個是很多時候導演都要求的，尤其是一些英雄片啊、警匪片啊，人物很重要，這個是中，這個是奸的，你要給一個，這個是英雄的音樂，這個是奸，一個可能是罪犯，一個音樂給他，那這個是我們在電影裡面會做的。那當然在音樂的情緒裏面，我們很多時候不是一定用一些 很音樂性的東西，我們有時候都會有一些叫音樂效果，就是可能它不是一個正常的音調的東西，尤其是即一些危機感或者恐怖片，即是很多時候我們不是一些很正常的協調，即不是一些很協調的音去做一件事，而去做了一些可能是驚嚇或者一些未知道的事，很想鋪一些感覺出來的時候，都會用一些很不協調的音調去做的。是啊，所以音樂其實整體上是會幫到影片情緒的，一定會。那是只是我們用哪一種的手法形式而已。是啊，好，什麼階段去找配樂師呢？其實我提議是當你開始寫劇本的時候，如果你已經有一個心水的音樂創作人，你應該開始跟他去溝通了。因為以前我們90年代就很多時候都是導演拍好了之後才開始跟我們溝通的，但是 會有些問題出現，就是很多場口其實音樂是可以幫到那個拍攝的設計的。如果我們可以早一點有一些音樂的溝通的時候，其實是幫助到你拍攝的時候的，比如鏡頭運用啦，剛才說個 tempo 啦、速度啦，甚至裏面我的分鏡，其實當你有音樂的時候，你的分鏡都會多了很多 idea 出來。
去令到你的分鏡 會變化多一點。這個都是如果你能夠在拍攝之前你就跟音樂人溝通的時候，哎，我那場戲我很想有音樂，你寫到給我先。亦都就是當這個溝通的情況之下，大家亦都即摸到個通，摸到那個那個戲應該個音樂的方向是怎樣的時候，到你完成再跟音樂人去正式開始做的時候，其實大家已經有了默契，知道還有在音樂人就知道你的口味，那你就會舒服很多的，是的，真的會舒服很多。嗯，是不是有些不需要版權的音樂？現在坊間上有一些 music library， 它就所謂叫 royalty free， royalty free 呢，就是哦，你不用給版權的，但是一定要留意很清楚，就是當你買一些音樂的時候，它一定會有個agreement 之類，或者有啲有啲 commitment 喺裏邊嘅，咁你要留意清楚裏邊佢可以俾你用嘅用途係乜嘢？頭先講啦，用途啦，需唔需要有一啲叫做 report 俾翻佢啦？因為點解會有呢啲 library 出現？就好多時呢啲 library 都係一啲公司製作咗。然之後佢哋即時唔會同你去計依個版權，但係當你用咗之後，因為我哋有一個叫做 public performance 嘅，即係叫公眾播放版權。咁呢個公眾播放版權咧，都係來自啲會播放音樂嘅地方收翻嚟嘅，譬如電台、電視、戲院或者係商場咁，其實佢就係free 依個叫用途上高嘅版權，但係佢會喺 public performance 去得翻佢嘅收益，所以佢會知佢要知道你用咗落邊度啦，用咗幾場啦，依啲有好多時佢都要即係、就是、要知道嘅，咁睇清楚裏邊嘅條文。它可以給你用的範圍，這個很重要，免費是免費，但你要真的知道，如果你觸犯了某些東西，或者超越了一些範圍，它就有權會 charge 回你應收的版權。这个都是一样啦，配乐什么时候，其实任何时候配乐都可以介入。当然即是我试过剧本有的时候啦，试过在拍紧的时候又会问我傾啦，拍完又会啦，剪好晒先问我傾又会啦，都会，其实几个阶段都会有的。甚至已經即係去到臨 final mix 之前揾我都試過嘅，咁所以任何時候都可以嘅，只要你覺得我需要同音樂傾，我就揾啦，揾個音樂去傾，開始去溝通，係啊。通常配樂嘅流程我都係先跟導演溝通咗故仔先啦，然之後就會開始做一啲 demo， 做咗啲 demo 出嚟，同導演就開始對抗啦，即係啱唔啱，唔啱再改，再有咩再改，一路改到最後滿意而做 mixing 嘅時候咯，咁啊依個就係成個工序，咁啊當然開頭
由 demo 去到真係擺上畫面嘅時候，嗰、那個擺上畫面嘅調整咧都好緊要啦，因為你做 demo 個音樂係未見畫面嘅，咁見到畫面之後，你就要將你依個 demo 音樂個情緒點樣變化到頭先之前講嘅唔同嘅用途形式裏邊再去運用咯，係啊。嗱，呢個問到古典音樂嘅一位朋友，我哋喺音樂版權裏邊有一個 terms 就係話，如果個作曲人嗱講明作曲人離開咗我哋，即係逝世超過50年咧，呢、這個作曲嘅版權係 open 嘅，即係公開咗嘅，所以大部分的古典音樂都是公開了的版權，但是它公開的版權只是說它這個作曲的版權，那個 melody 的版權，但是如果你找一些近代一些，或者就是之前有人錄製了的那個演奏版本拿出來用呢，那你就要跟唱片公司拿一個叫 recording right， 剛才說錄音的版權，你就要拿一個錄音版權然後放進去你的影片裡面，所以大家要小心的，即雖然 open 了個 right 不代表它沒有 right 的，它有另外一些 right， 可能會有發行 publishing 的 right， 會有 recording 的 right， 甚至一些叫繼承的 right， 即是說这个作曲人虽然是离开了，但是他原来将这些版权继承了下去下一代，那你都要问这些版权拥有者去拿个版权的，是啊，就不可以我拿就拿了来用，当然现在是有些这样的情况，就是我就这样拿了来摆了去用，但是会不会突然间会有人找你那大家都要小心，所以那些音乐用的时候要清楚，都要清楚那个背后会不会有这些人拥有版权，最好的那件事就是找人再演奏过而做了你的 recording的一個 recording rights 出嚟，咁你就 OK 啦，因為嗰個原本個音樂係 open 咗，而你再演奏，咁嗰個就係屬於你嘅 recording right 啦。嗱，呢個問題小成本製作，當然，如果能夠控制個成本之下，都係多少啲原創音樂去做咧。咁第一樣嘢就係你唔使煩版權嗰樣嘢啦。第二就係，始終就算最基本你買一個旋律的版權，你的成本是不是真的吸發到呢？這個是一定要計算的條數來的，就是 我可能一個幾十萬的製作去到音樂可能只是真的只可能幾萬元 去放在音樂的budget裡面，但是可能我買一個曲都已經沒有了這個budget，或者可能要 over 這個budget。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是不是一定要選擇去買呢？那這個要慎重考慮了。那我多數現在都希望大家，如果可以原創用原創，你可能那個感覺想要那樣東西而已，不是一定要，可能不是一定要那首歌的。
咁嘅時候，喺你嘅成本控制會好啲咯，容易啲啦。我啲好多時創作音樂都因為導演都會有 reference 嘅，有啲參考俾我嘅。咁但係我哋多數都盡量打破參考音樂嘅，因為參考音樂如果我用咗嗰種方向嘅時候，就我變咗 copy 咯。我好少好少想做 copy 嘅一樣嘢。但是情緒我會找參考的，是的，情緒就會找參考。那很多東西我都會做參考的，流行的音樂，古典當然都會有，或者其他的 soundtrack 都會是一些參考來的。Hello Tommy， 是，不好意思，我們的時間差不多了。OK， 好。好，今天很多謝你幫忙啦，係，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對電影的音樂都會有多少少嘅瞭解啦。咁啊，今日唔該曬，好，希望幫到大家，係 ，OK， 有機會再見。